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其实很简单的。你大一的时候是不是也梦？那我也比你好点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，让你破费了。学长，王雨田也是海大附中的，他还说认识我们俩。是吗？我之前也在梁老师的画室学过，之前苗苗学姐来送粽子，梁老师还夸她。夸啥呀？就夸学姐厉害，说学姐进步很快。学姐走了之后，我们大家都说学姐很漂亮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谢谢。欣欣，你也过来吃饭啊？我们在微信上叫你了，你没看到吧？坐过来一起吃吧。对啊，欣欣，我保证不抢你的肉。我吃过了，你们吃吧。算了，先吃饭吧。你吃点吧。我不吃。别叹气了，一晚上都叹41口气了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欣欣才能原谅我呀？你出家吧。哎，贾老师通知咱们，明天的文创活动先到阶梯教室集合。然后各老师分配场地。不是说和建筑系合作吗？合作的话，你又能见到你学长了。建筑系好像不是强制报名，学者忙着参加决赛，应该没有时间参加吧。42了，你刷牙了没？走，姐带你刷牙去。走。我不想动。哎呀，苗苗终于露出苗苗。怎么大家都看着我？是我瘦了吗？不知道，赶紧坐。学姐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学姐，你快看一下校园论坛吧，好像有人发帖子黑你。